过去15年，中国碳排放强度大幅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。中方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支持措施，构建起碳八峰、碳中和、一加 N 政策体系。 持续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行业企业率先打风，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、推动能源转型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。